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妈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Nastya， 我来自俄罗斯。嫁到中国以后，我爱上了中国文化。你们看一下，我今天准备了一个马面裙，跟大家带来了一个表演。妈妈咪呀，我来了，加油！哇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这不是华人哦。你是哪里人？我是自来俄罗斯，我的名字叫 Nastya， 今年我30岁。哎呀，俄罗斯啊！对，我嫁到我们河南开封。啊，老公是中国人。对。那给我们说说怎么认识的呢？爱情故事。我和我老公网恋1个月以后，我们是准备要结婚的。网恋。网恋，在网路上认识1个月结婚。对。哇哦。那你具体的说一下。哎呦，我们好八卦呀！啊，我们好八卦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是在俄罗斯在银行里面做了一般的员工，然后我有几个朋友，他们跟我讲，就是你那么活泼的一个人，你也可以试试去找一个外国老公。那时候你几岁？那个时候是我20岁。哦哦，那你为什么就没选别的国家，就选了中国呢？因为说实话，我看了很多国家的男生，但是我没有跟他们联系。我是看见了我老公照片的时候，我才自动开始跟他联系了。心动了。对，就是我觉得他长得很帅，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联系了。看到照片就决定要结婚了，要嫁给他了？那不可能。我是自己偷偷的买了飞机票，做了签证，然后2000之前我跟我妈妈说了，她不同意。因为我觉得每一位妈妈肯定是会担心自己的孩子，万一他是坏人等等。但是我让他跟我老公认识了一下，然后我老公提高了一些材料，就身份证啊等等，就是万一发现了什么事情的话，我的妈妈可以跟他联系。所以以后我的妈妈放心了，她说好，你去吧。我来到中国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中国是跟我们在国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国家。我跟我老公认识以后，我发现了他是对我非常好。就是我们在俄罗斯是很多家庭没有爸爸，因为就是我们爸爸今天他在，明天他不一定能在。哦，不在家待。对，不带自己的孩子。哦，但是我在我老公身上我得到了这个安全感，因为我就是说每一天都知道他今天要去哪里，他今天要干什么。所以我在这边待了2个礼拜以后，我老公跟我讲了，你要不要跟我结婚？这么快吗？哇，他老公也很勇敢呐！一会儿我真的是要采访一下他。带你玩了2周，然后就要求婚了。他是没有跟我求婚，他是就是给了这个注意。他没说要和你结婚吗？他就是说了这一句话，他不是求婚。这句话就是了，在中国这其实就是了。哎，中国男人都是比较含蓄的。对，哎，要不你就留在这里吧，反正有我们在这里，有我们都不会说有我。那外国男人，哦 ，I love you， 你嫁给我吧，Oh so beautiful， 就肯定是这样。我不知道在中国女生梦想里求婚是什么，但是在外国女生脑子里是你必须要送给我不知道100多个玫瑰花，必须要送给我戒指才算。我是想要一个浪漫的环节，我不想要那么简单啪啪啪都结束了。所以当时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在你内心是不算求婚的。对，因为中国男生也很害怕被拒绝，万一说 no 呢也挺尴尬。哎，对，先试探你要不要跟我结个婚，这一试探他就说了，那行了，我就嫁给你了。啊，那就这么决定了。对，哎，然后花都省了。对对对。但是如果他说不行，开玩笑的。对对对对对。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我太懂太明白了，就是这个流程。吴尊老师是这样吗？我觉得们女生想的真多。所以我觉得我来到这边，我慢慢我会变成很八卦。吴尊已经开始有点八卦了，现在。所以我是跟他准备了一个求婚的环节。哦，你准备跟他求婚？对。那你向他求婚，你肯定有很多画面的设想嘛？准备礼物了吗？哎呀，你看我们八卦，你准备什么礼物向他求婚呢？我们也准备了礼物，我准备了一个环节。什么环节？
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在河南大学学习嘛，跟我这边有很多留学生朋友们，我们在河南大学里面有一条小湖，然后我们在旁边浪漫的放了很多小蜡烛、撒了一些玫瑰花的叶子等等，然后我跟我老公提前准备好了一个卡片，你第一个环节要去哪里，第二个环节要去哪里，就是像游戏一样之类的。然后我老公到最后一张的时候给他带了一个眼罩，对，然后我先要跟他求婚的时候，他拿过来了个戒指，然后求了婚。哦，他抢先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是不是有内鬼提前告诉他了？我估计是我迫不告诉他。哦。哎呦，我真的迫不及待想看到男主角上场，好不好？你的男主角在哪里？对，在这里。我们有请一下男主角，好不好？百岁山提醒您，下节更精彩。本节目由全国销量领先的妙可蓝多奶酪独家冠名播出。本节目合作伙伴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，上微博关注东方卫视妈妈咪呀，一起边看边聊，感受他力量。哎呦，我真的迫不及待想看到男主角上场，好不好？你的男主角在哪里？对，在这里。我们有请一下男主角，好不好？男主角赶紧上台。哎，小朋友也来了。小宝宝睡着了。小朋友睡觉，小朋友睡觉。哇，好可爱呀！混血儿宝宝。大家好，我叫翟超，是80后，是纳斯亚的老公。我们先去开封市。你的小朋友两个都几岁了？我们老大是7岁，今年上1年级了。然后我们老二是3岁多一点，他今年上了幼儿园小班。幸福啊！他们的名字就是也很特别，老大叫翟丹尼尔，翟丹尼尔，对，翟丹尼尔，这个老大是妈妈取的名字，对，一进就是妈妈取的名字，因为是第一个孩子，他不允许我取名字，对，说实话，在中国可能是丹尼尔的名字没有什么意义，但是我们在罗斯这个名字是妈妈的最爱的孩子，最亲爱的孩子，对，哦，这个意思，对，这个老二是在法国出生的。因为终于轮到我了，我说老二一定要让我来取，好可爱。然后我给他取名为亨瑞，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就说是个外国名字，我说不是，是按中国这个取的名字。亨瑞在中文里面也是很吉利的，对不对？对对，祥瑞嘛，对吧？瑞。哎，要不要让我们的小丹尼尔说两句话，好不好？好可爱，好帅啊！说什么话呀？啊，你想说什么都行啊。那你会说俄语吗？他不会，啊，不会。那今天孙悦姐姐就要教你了，就你要见到孙悦姐姐，就说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姐，你会拉吗？不会拉就算了，回去妈妈教教啊。他是纯中国人，纯中国人，纯中国人，太可爱了的。哎，我特别想问一下小超啊。哎，就是当初您2个星期跟他相处了之后，怎么就跟他就说了句，哎，要不是咱俩结婚吧？首先是俄罗斯姑娘的那种气质是非常独特的，然后通过我们之间的相处，他给我带来了不一样的浪漫的感觉。哦，说实话，我们两个人就是性格完全不一样的，就是我是稍微像火一样，他是像冰块一样。啊，所以现在我们假如叫你们亲吻一下。那应该是你主动，对不对？不会是你老公过来，是你过去。哦，对。那就来一下。来，请看，哎，刚才老公主动了。哎呀！耶！好甜啊，你俩撒了这么多糖，给我们喂了一堆狗粮这一顿。今天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呀？今天我和我的儿子给你们带来了一首歌，叫《红洞》。太好了，那下面就请进入我们的表演时间。还没好好的感受。
雪花绽放的气候，我们一起颤抖，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。好可爱。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，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。有时候我会想起一切有尽头，想起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有吹不愁。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当暴风雨都感动，也许你会谢谢大家。好可爱。孙悦老师的眼泪，他是会为人难过也流泪，太幸福了他也流泪。我就是被感动，你们之间的爱，你们之间的眼神，最后你低下来，你们两个人面对面，眼睛对着眼睛唱，母子之间的那份爱让我感动了。他们兄弟俩性格像吗？不像。不像。哥哥不管怎么样他让着他，不是我们在心里边教育哥哥应该让自己，他每一个环节就是有什么他让自己什么。对，老大可有老大样呢，你看看他很沉稳的，好可爱。哎，老大你喜欢弟弟吗？不知道啊，有可能吧？有可能啊！哦呦，现在还争宠呢，这句话还在这争宠呢。这弟弟怎么还不起来？起床了。你这么点小声叫不起来。起床了。好的，那就进入我们的表态环节嘛。好的，好的。那我。想邀请你进入魅力赛道。谢谢。我觉得你就是那个往前冲冲冲，比如说我爱一个人我就去追求，我想要的幸福我就要努力去获得，我很羡慕你，我觉得这些幸福都是你自己追求来的，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超有魅力的女生。谢谢。好，我也是给你魅力。魅力给你。谢谢。有一首歌特别适合你，就是那魅力无限，你回去好好听听，特别像你，你那种自信带来的那种满满的魅力，魅力无限。谢谢。我要给妹妹多一个选择啊，我给你一个欢乐的啊选择吧，因为你的心不害怕任何的阻力，然后觉得都不是事儿，这种其实我就是一种快乐的基因在你的身体里面。谢谢。好的，纳斯佳，现在呢有两条赛道为你开启，分别是魅力赛道和欢乐赛道，请你做出你的选择。说实话，刚开始的时候我想一直去欢乐赛道，因为我一直是想的是我性格比较活泼，但是刚才三位老师们讲了我觉得非常好，就是我还是觉得我选魅力赛道。
恭喜我们的纳斯卡进入魅力赛道总决赛，再见，加油，魅力无限。这是孙悦姐姐的歌，回去可以练一下。